模华隔仪是我公司根据最新的 ISO 2409和 GB-T9286 标准设计的一款全自动漆模华隔试验设备。它可以完全避免手工划格时的速度不稳定、用力不均匀等弊端，确保漆模划格试验结果的重现性和可比性。采用七寸工业级全触摸屏，各试验关键参数设置方便，显示清晰。根据不同漆模性质，操作者可设定切割数、格数、切割间隔、切割压力和切割速度，自动加紧试验样板，简单方便。自动补偿切割过程中的负载力，保证恒定的负载和对图层一致的切割深度。完成某方向的划格后，工作平台自动精确旋转90度并再次自动划格，避免人为旋转所造成的切割线不能完全垂直交叉的现象。切割刀具由高硬度合金钢精密加工而成，精密耐用，刀刃的尺寸及刀刃间距严格控制在标准要求的偏差范围内，刀刃齿顶宽度小于 0.05 毫米，刀刃夹角为30度加减1度。刀头的设计既保持了切刀的锋利性，又减少了频繁的更换次数。标配600型的 3M 胶带一卷，毛刷一把，放大镜一个，极校准帧数一